等一下，我把这个兽眼关小一点。晚上好啊。这个毛吗？红润少一点，不要这么红。把目标点写在公告上，是不是有点夸张？ Hello。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今天就是公演结束嘛，一来的直播。嗯。你们猜我在哪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及利用送的秋天的奶茶。哇，你们都猜到了，那岂不是好聪明？晚上就吃这个嘛，就因为我儿子在这，我来看儿子。我不想吃宵夜，我就睡在幼儿园上的怎么样呀，宝贝？嗯，宝贝，宝贝，幼儿园上的怎么样？开心吗？跟哥哥玩的开心吗？没吃晚饭。我们宝贝在上幼儿园，被打了，被打的是常态。晚饭吃。他跟今天一直会打架。挨揍啊！天天还是挨揍啊！就他俩一直要打来打去。他昨天吵了吗？他们俩？没有。那很乖巧，那很乖巧，宝贝真乖巧。嗯，亲亲。真乖巧。小娜再洗个澡了，已经有点臭了，已经不是那么香了。没抓蟑螂，哪有那么多蟑螂可以抓？那中心要是有那么多蟑螂，那生活环境是真的有点差了吧。高高开学了，高高已经在上幼儿园上了两天了。嘿嘿。我是牛，谢谢仙女飘带。我是牛，我不是鹿。走开，雪刚，走开！怎么呢？你怎么对我儿子这么凶？我不能对你儿子凶。对，你不能。我就对他凶。你这个坏呀、啊！马上把今天揍一顿。人今天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天天来，让我揍揍你！天天。花前月下。明天终于放假，明天是放假了吗？明天是不是这个领带？这个领带是好像是周周的应援物，很漂亮吧？我觉得他们家很会搞。我直播是这个领带，他们家的应援物，谢谢漂亮。漂亮漂亮。来，胖猪猪，胖猪猪来。干嘛抱我儿子不抱你儿子？我抱过了，我抱抱你儿子，你儿子太胖了，你儿子太壮了。怎么说？天天，天天跟你妈妈一样减肥吧。他亲我了。他亲我了。真的，他亲我了。你知道吗？其实你亲猫，哎，他们没有猫粮吃了。嗯，我都跟你说，他们俩吃饭吃很快，特别是雪糕，吃了个一干二净。雪糕真的能吃，谢谢卢峰小太，给我吃个兔兔。快去给你儿子添点猫粮，不然他饿了。好，高高，吃饭干饭。哇，两只猫都来了，我好受欢迎，我好受
就是受欢迎的明明是我的猫里头。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我跟你们说。啊，我没吃饭，我准备点个外卖。你想吃什么？我不吃。你刚刚还说你饿了。我饿了，但我不吃。天哪，小飞好努力啊！他最近在减肥，他已经吃苹果吃到要远了。谢谢包子送的花前月下，包子已经在这个大美地了吧？加油，努力学习啊！可以点歌吗？那可太欢迎你点歌了。我不吃。是他自己要减肥，我是觉得他就是。挺可爱的，如果减了的可能就瘦了，瘦了就不可爱了。你这样多可爱！我这样可爱。对啊，我脸圆圆的。我不觉得脸圆圆的可爱。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那个齐刘海子，然后当时我是在台下还是哦不是是你来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公演上亮相的，是在。另外一个什么特殊的公园上亮相的，谢谢，然后在那里看，来看，哎呦，这个小东西要来我们队，不是，你要听什么？这个小东西要来我们队，这个齐刘海的小东西，然后他嗲，你知道吗？我都依旧记得，大家好，我是，你知道我在学，他在嗲，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回不到当初了，但是我仍旧在怀念那个时候的小肥是多么的可爱。张怡，我跟你们说，张怡就是3499音乐棒。张怡就是一个，怎么了？我在说你以前可爱的时候。他就很，周杰伦的彩虹不会，但我可以学。周杰伦的彩虹是什么歌？对，现在的他已经回不去了。什么回不去？我现在也可以。你现在再夹一个。我夹一个。大家好，有点刻意了，现在就有点刻意了，没有当初那种就是那种心纯的那种就不刻意的感觉，感觉是发自那个本身的那种感觉。那没办法，人长大了，变身了，长大了，失去了夹音。先听一遍这彩虹。我点个外卖。我已经开张了，希望你抓紧走。什么？我已经夜蝶是吗？开始卖唱。我只是今天没有在卖，我平常都在卖，卖唱，卖唱，卖唱。说清楚点，说清楚点，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今天会有花灯吗？卖我的才华，卖我的艺术。今天918，我劝你们。好多花灯啊，谨言慎行一点。哦，过了。哦，对对对，过了过了。那好了，好了，放飞自我了，兄弟们。心理箱这个是会的。好的，心理箱。你要点什么？我真的要饿晕了。看不到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想吃什么吗，小飞？我逼你吃好不好？你逼我吃是可以的，你只能打捏开我的嘴，逼我吃。谢谢飞轮的仙女飘带，我逼他吃，我逼他吃饭哈。我搞点烧烤吃吗？烧烤。等一下，这个开头没有唱好。麻辣烫沙县，我最爱。不吃沙县，我最爱。你居然不吃我的最爱！天哪，撸！深深他们还在拍东西，还没回来呢。很寂寞，好吧，我的房间很寂寞。很喜欢吃他们家的一个炒饭，他那个炒饭就可以加很多料，可以加肉丝。不要吃沙县小吃。挑食。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尤其是抖音，真的假的，在干嘛？我用几行字算了，
我已经料到，已然料到，好吧。又想说，我又想唱首歌，香水有毒。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回来问问文文有没有香水味。没事，擦掉一切陪你睡。下着夜，我的爱一直就像雨水，敞开无边，像是你纷飞。结尾，你是我唯一。知道，是 BB 猪。久违的虚弱唱法，我是你最好的那些。没发现吗？我跟你说，没人能唱出我这种，就是味道，就是，是的，是的。JYP 空气唱法，加了80的空气进去，没人能唱出我的空气味。我可以学你的空气味，这叫空气感。雨下着夜，雨下着夜，我的爱一直在像雨水，像雨水似落叶，似落叶。给我的思念，厚厚一点，几句自卑，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包浆豆腐，就是吃包浆豆腐。你出现在我世的每一页，想吃一个。大饱满酥肉，幸福了这个季节，而你的脸庞像甜蜜熟透，想吃中水饺。你突然对我说起理想的名字很美，可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饿了，因为今天没有吃什么，就晚饭没吃。啊，我知道，还有一个掌中宝很好吃。张正道。一张不可用，为什么？今日到期。为什么这么贵呀？好吧，点了点了。哈哈，七里香水。那肯定要用券啊，你们不用券吗？那肯定必然是要用券的呀。吃点菜，我点了一些炸鸡。你点什么？点了 BB 猪。哦 ，BB 猪。怎么了 ？BB 猪油不好。啊？那我都点完了，没关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不是，也不是不干不净，就是它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炸就串味儿。还行吧，我感觉我真的，我现在发现我对吃的很挑剔。你真的好挑剔啊！对，怎会如此？上次吃肯德基，我都能吃出来它那个鸡有几只翅膀是吗？不是，真的就是能吃出来它那个油，炸过别的东西。我记得我吃。肯德基的鸡都长了八只翅膀。我听说过，这已经是我小学时候的传闻了。不好乱讲啊，这种话不好乱讲哦。天哪，我以前就是听过这个传闻。
你们没有吃炸串的时候，就只能吃出来。假如说眼睛怎么了？眼睛很好啊。就是假如说这锅油炯炯有神，炸了鱼之类的东西，然后它可能又在里面炸肉，然后就能吃出一股腥味。蓝色落叶，哒哒哒哒哒哒哒。没事，就是我要带的时候发现它碎，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就是美瞳碎了这件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不是在我眼睛里碎，就是在我戴之前我看了它碎。嗯，好饿好饿。Hello， 晚上好。没事没事，我先逛逛外卖软件，解解馋。我点了呀。你点了我也不吃。好，你最好是不吃，等一下我就把你的嘴捏开。你点那个了吗？你点鱼片鱼骨了吗？没有。啊！你这样给我做好吃。你刚刚说不吃啊，你自己说不吃啊，我那我就更不吃了，因为你没有点我最爱的鱼骨。但是我点了掌中宝。掌中宝不行。掌中宝好吃。好吃。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个很挑剔的女人，她就很像那种。我还挑剔女人，我没挑剔啊。我已经是最简单的女人了，我已经是这堆女人里面最简单的女人了。这堆女人里面。你说谁复杂呢？在这指桑骂槐谁呢？今天我要被韩家乐烦死了。我躺在床上，他要出门去公演，他就穿着一只黑袜子和一只白袜子闯进来我房间。来问哪个袜子好看，对吧？他不会问你了吧？是的，他也问我了。我挑了黑袜子，他选了白袜子。因为我选了白袜子。这么说的话，他还是比较在意你的。不是，因为我刚开始也选了黑袜子，后面我看他表情不是很满意，我说那我选白袜子。对，我发现了，我选了黑袜子，他说啊。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没说完欲言又止的样子，然后就走了。其实他心里有答案。我躺在床上，然后他站在我的门口，打开门站在门口，穿着一只黑袜子和一只白袜子，他让我挑，我想都没想，我说白袜子，他又说你连看都没看。我起来象征性的看了一眼，我真的很像一个挑剔的女人。他说你有没有仔细看，你过来看看我。我当时躺在床上真的很不想走到门口去看他。我说我看到了，挑剔的女人，我就选白色。然后他说你不过来我过去，聊天的艺术。然后他刚开始想穿着鞋进来，他问我要那个 JK 的那个鞋，对，就那种制服鞋。然后他脱了鞋过来，他嫌我的鞋颜色不对，他想要穿的颜色。他本来想拿偷我这双鞋的，但是我说我要穿，然后他就失落的。这说的啥呀？但是他偷走了我的衬衫。他这一身就没有他自己的东西，鞋子是老刘的，衬衫是你的，是吗？我就刚刚熨烫好了我的这个白衬衫挂在那里，然后他进来很自觉的说：“哦，这个娃娃领衬衫很适合我自己穿上。”怎么这样呢？他真的是一个，真是个拼接人。他拿的所有东西，这可能身上只有他这条裙子。哦，我知道是他白袜子，只有他的白袜子是自己的。袜子是自己的。这用什么兑现？这用得着兑现吗？这？嗯，我的衣服我也是 S 码，好吧？虽然我高，大家都对我有错觉。就是服装部的老师每次给我买，差不多共有一处，差不多吧。M 和 L， 我说我穿 S 和 XS。每次都要去谢谢大家晚上的兔兔，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呢？今天就不唱歌，今天歇一天。啊，你不唱歌了？啊，怎么啦？你想听我唱歌啊？没有啊，我只是想说，如果张宇直播间有想听歌的人，小丽直播间有想听歌的人，也可以来我直播间点歌，好吧？可以，啊，因为宝宝跪着呢。你跪什么跪？宝宝跪着呢，你知道吗？你这个跪的都是空气。对啊，就是空气，空气多珍贵啊！他们要为空气付费。你知道吗？买了个空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空气现在都装成罐子在外面卖。呼伦贝尔。刘天慧唱歌的空气很珍贵的。要夹子我唱的都是这个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空气。我每次唱歌之前，我要先吸食管。我在网上买的那个呼伦贝尔空气。对，我们俩要 PK 的。作为这个叫什么来着，女主播，我们之间是有些就是明争暗斗。对，明争暗斗。我们还签了赌约。对赌协议是吗？我们签了对赌协议。我天啊，你连对赌协议都知道是什么？当然，我在跟张怡对赌在这里。如果说就是直播的不到，就是要超过彼此是吗？对。那没有超过彼此会怎样？没有超过彼此，就买冰镇龙虾吃。你是想吃了吗？你就是想吃了。哦，昨天50块钱怎么没给呢？昨天50块钱哦。昨天我俩打死。烦死了。我没有啊，我在最后一刻退缩了。你没有退缩啊，我就听着有份，我做见证。你也没有参加这个赌局啊，要给也是给摆子，关你什么事啊？你给摆子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关你什么事？你要分走人家50块钱。昨天我跟张怡听着有份，就是想这个翻拍《小时代》。对，我们要翻拍《小时代》，翻拍最经典的那一场混战的，就是我们想了一下，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百行与是这个席城，你知道吧？我是顾里，知道吧？我跟百行就躺在床上，有一场戏是这样的，就是顾里睡了这个席城，知道吧？然后一开始一个大镜头就对着这个床，然后呢，两个裸体的人在上面，我跟百行就裹着被子，然后突然之间顾源就冲了进来，顾源是谁呢？你是什么来着？上次说你是什么？你是唐宛如？不是，我是主角，我是男，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凌霄。我是凌霄。凌霄是个看戏的。我是凌霄，我要进门说一句，顾源。对，不是席城，是顾里在床上。是，但是我叫的是顾源，因为顾源就跟在我后面。我要说顾源。然后我们两个就躺在床上，然后百心宇和顾那顾源是谁啊？顾源就陈建南吧。反正百心宇和陈建南就要打架了，这个时候不是是陈建南一进门就把百心宇拖下床打了一顿，然后我们都在旁边劝架。对，然后你也是顾里，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很安静的坐在旁边。就穿上我的衣服。你安静，你在和顾源对骂。没有，是这样子的，他们打了呀，然后我走过去，打完了没有？我走过去，不是，打完了没有？你们打够了没有？你们打够了没有？嘴角的血不要滴在我地板上。然后那个陈建南就站起来，陈建南说：“不是，到底谁脏啊？谁脏？你还什么什么啊？我脏，我有你脏吗？”哎。不是不是不是的，是这样，是这个那个什么来着？你是谁？那个张怡，张怡跟陈建南说，把要打出去打，不要把这里弄脏，没人给你们收拾。然后陈建南又跟张怡说，脏？你在说谁脏？你把自己弄得这么脏，谁收拾啊？啊，对，就是这个孩子，你把自己弄得这么脏，谁收拾啊？对，然后我就说。我不用你收拾，反正不用你收拾。对，然后就被泼红酒了啊！还没到，不是泼红酒，泼的是水。哎，泼红酒是另外啊，泼了水，我泼顾源还是顾源泼我来着？你泼陈建南，我泼陈建，啪一下子就一桶水倒在陈建南脑袋上。哇，我好厉害！我出轨了，我还要泼我那个男朋友水，我天哪，我好厉害！不得不说，真的有点东西。但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得了重病，对，我想了想最后的一场戏嘛，就是那种大家就是我已经就得病了，我得病躺在床上，大家都围着我，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所以才这样，我们都能够理解你，然后大家都围在我身边。周崇光呢？周崇光不在意，周崇光还没到他的戏份吧，周崇光就整容了呀。然后就是他后来去整容了，前台说没有贺卡，我给那个贺卡我真的写好了，我还亲手交给了那哥哥，我还跟他说这位朋友现在就在外面等。对对对，就是想了一下这么个情节，但是想了想好像
不是非常合适的，就是拍摄出来，应该很搞笑。怎么会这样？配掉。配，我不得病，就是在想这个演戏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想这个演戏的时候，我张导又在写剧本，张导要拍摄一个小小的短片，那怎么办？对，有在思索是吧？不是啊，我脑筋风暴，前台了，脑力风暴在这个思索，我这个短片应该怎么拍摄？因为我跟他说清楚了，已经在敲定一些演员了，但是我的剧本还没有出来。今天就要给的。三国这个拍摄成本有点高了，毕竟你哈还要租古装，还要租匹马，你知道吧？这个长坂坡，这个三进三出，赵云三进三出，你至少要有一匹马吧？不能玩具马，对吧？玩具马还得抱着白馨玉，白馨玉还给他买尿片，还得给他买很多尿片，这个成本有点高了，成本有点高。我想说就是。现代戏就行，现代戏就可以了。不是打你50块钱，是我跟白馨玉赌，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男，那个凌霄的前男友叫西城，我就跟他说。但是我要这里慎重的。西城是凌霄的前男友。严肃的声明。是男香的男朋友。我对铁蹄没有意见，只是台上就是为了 MC 效果。赌100块钱，赌不赌？大家说，赌。懂吧，我没有意见，我本人是没有什么意见，完全没有意见，只是为了 MC 效果。崇光是现男友，他南萧凌霄还有一个前男友。万磁王真的吸铁呀！万磁王他那个能力就是吸铁，吸。啊！现在没有冰镇龙虾吃了。为什么？他家没了，下架了。因为龙虾现在已经过季了。是吗？不是吧？啊、是、啊。我怎么记得他家一年四季都有呢？但是现在没有。咱那个冬天爱吃龙虾。怎么冬天不能吃龙虾？那小龙虾店冬天干嘛呀？冬天做别的东西吃啊。做什么？做烧烤。小龙虾一般都跟烧烤在一起嘛。怎么可能？是真的？你冬天看谁吃小龙虾了？冬天为什么没有小龙虾？冬天就是没有小龙虾呀。小龙虾冬天在干嘛呀？小龙虾冬天在长大。在长大，它现在是个小小的像指甲盖一样大。但是一年四季都有龙虾出生，都有龙虾在长大，不可能到了冬天龙虾就有集体没了。不是，它们是一茬一茬的，冬天慢慢长，然后夏天才能长大，都是一茬一茬的，不是就是你想的那样，都跟孩子似的，都跟小孩人类小孩一样。他说，对啊，南方龙虾四季都有，你看这有人说了，龙虾四季都有，那人家断氏龙虾。要到冬天叫断食烧烤啊，对啊。我开玩笑，而且我今天在后台骗白馨玉，你知道吗？我骗白馨玉，我说我们那个输了的惩罚是用头在地上写字，写要别人猜出来你写的是什么字。对啊，现在龙虾都是养殖了，都是量。然后白馨玉说啊，那我一定不能输，我不知道用头怎么在地上写字。我今天要对。用头在地上写字，还要 breaking。张怡这女人最近真的很喜欢骗。啊，对，我最近老是骗人，但是他们都相信了。我就在想说，我的，因为你原来是个老实人，知道吗？从来没有从你的嘴里听到过谎言。但现在张怡变了。但哎，我上次骗你什么东西啊？忘了。反正我也骗了骗了肥肥一次。经常骗我。然后肥肥相信了。我忘记了我说了什么，但是。就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也不能说是相信了吧，只能说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哼，你就是被我骗了。我被你骗了。我现在演技高超。哎，友友们，我的脸，我的鹿角，我的脸飞了，友友们。禁欲期还不能吃海鲜了。我脸没有了。有吧，但是少。我的脸飘走了。就是少嘛，但是也不是没有吧。还有没有人要听歌呀，朋友们？但我忘了我说了什么。有没有小人想听小鹿 baby 唱歌？小鹿 baby 是谁？是我。那没事了，那没事了，没事了。是我。嗯，好的。
哎呀，我这个不行啊，我应该也搞一个。那你给我梗住，你知道吗？我在思索小鹿 baby 是谁。小鹿 baby， 这我给自己起的直播艺名，我以后直播就叫小鹿 baby， 我以后直播都要带着鹿角，这是我的个性，个性化这个标志。可以可以。不是口袋四八小鹿 baby。你可以当我每天都要直播，每天都要顶着这个路子啊，直播半个小时。以后人家一提起小鹿 baby， 就说起小鹿 baby。谢谢阳光彩虹送的夜蝶，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可以让小鹿 baby 给你唱。那你不行，那你怎么说也要分我一块巧克力，你这样子。哇，你还有这样子啊？那小鹿 baby 的粉丝也可以来我的直播间，让小鹿 baby 给你唱。你是小丽 baby， 你唱我一名不行，我已经申请专利了，你不能叫 baby， 也不能有小。那你 Angelababy 你该怎么办呢？那人家也不在口袋四八活动啊，是吧？我们同品牌的主播，同品牌不能用一个艺名，怎么能用一种艺名呢？对吧？这不是内卷吗？你只能叫老一后你。哦，他们打小鹿 baby， 打死他。心疼小鹿 baby 的友友们，打死他！这狗东西，那叫什么？荧光棒！小鹿 baby 要荧光棒！兄弟们，一根荧光棒也别给他送。哇，好多荧光棒！小鹿 baby 好开心，眼睛都亮晶晶。哎，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48里面可以出一个特效，叫做绿茶特效，就是一杯绿茶。就是当这种时候就很适合送他一杯，就是一杯绿茶送给我们的小鹿 baby 哦。啊，可是小鹿 baby 朋友们，自己朋友们，朋友们不需要给小鹿 baby 倒上满满的小茶好吗？给他茶倒满，让他喝个够。我这想法真的非常的好，我改天我就要跟大王说一说我这个想法，这个礼物这个想法真的非常的好。嗯，对，小鹿 baby 以后被对面老以后你内涵了。然后呢，就是没有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就是冬天的第一杯绿茶哦。希望马上就可以，大王就可以做出来，然后送我们小鹿 baby 满满的茶。现在没有绿茶的前提下，送小鹿 baby 奶茶，小鹿 baby 也会很开心的。嗯，谢谢奶茶。没有人想送小鹿 baby 奶茶。谢谢奶茶，我在和他 PK 啊。在 PK 吗？在 PK 中啊。那就要就是连麦了吧？我不行啊，连麦看不到那个。现在至少我们自己能看到这个数据，连麦我们连麦我们就不看了。对，连麦我们也看不到。谢谢大家的礼物。真的吗？是真的。连麦就看不到了。对。在我们家 PK。好吧 ，PK 到42分，45分，5分钟 PK 是不是有点？五分钟 PK 怎么了？五分钟 PK 不行吗？小鹿 baby 愿意可以接受这个挑战。家人们，你们说我要不要接受对面老一号你的，那叫什么宣战啊？小鹿 baby 好害怕哦。天呐，对面的绿茶 baby 真的太绿茶了，让我的家人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好不好？什么惩罚？问你什么惩罚？惩罚就是用头在地上写字。哦，不要！这小鹿 baby 不要用头在地上写字，那就让小鹿 baby 用屁股在地上写字。啊，我知道了，就是让那个，就是让小鹿 baby 用屁股在这里写字。开玩笑，开玩笑，还是头吧。不行，就要用屁股。还是头吧，这样我们直播间就容易被封掉。确实容易被封掉。刚刚那个穿短裙的小鹿 baby， 如果跳用屁股写起字来，确实是蛮会被封掉的。用头在屁股上写字，好主意，好主意。在谁的屁股上写字？在我的屁股上写字。是哪个嘴才呀？这是出了一个好主意。哇，这是好主意呀！以后不许再出了。这个主意很好，以后不要再出了。对，这个主意很好，以后不要再出了。好，我知道，在今天的屁股上写字，用头在今天的屁股上写字。今天做错了什么？要用屁股挨你的头？是你做错了什么？你挨的是他的屁股。好热哦！
老姨好你。小鹿 baby， 不要擅自给我取艺名。小鹿 baby 觉得很好，so hot。这好礼貌啊！把卢天慧讲心聊十下，朋友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什么？你是在惩罚我，还是惩罚卢天慧？拿我的脚心怎么就是惩罚了？我天天袜子脱掉，我整个人就晕倒了，可以吗？人家的脚很香，你要不要闻闻？我不要闻你的啾啾。人家啾啾很香哦。你的啾啾很臭，没有人，而且跳了一天舞，你知道吧？跳了一晚上舞了，现在让我来挠他脚底心，我。我跟挠榴莲有什么区别？你再讲我就让你吃，你信不信？太过分了！对面有这个啾啾已经伸过来了。有友们，有人造谣小鹿 baby 的小鹿球。哎呀，什么味道？好酸呐、啊，好酸臭、啊！是什么？是螺蛳粉吗？是螺蛳粉的味道吗？什么味道？是谁在讲话？怎么嘴里的味道飘过来？是小鹿 baby 的舅舅啊！哎呀，怎么这样？老姨好，你的讲话，我的天哪！他一讲话，这么远你都闻到了，这么远你都能闻到啊！小鹿 baby 的鼻子可真是能闻到啊！当然了，小鹿 baby 有很灵敏，都这么大的鼻子，很能灵敏啊！你怕是那个长鼻王吧你？没有啊，小鹿 baby 的鼻子很漂亮哦。嗯，我发现今天从 MC 到现在都非常的有味道，就非常有味道。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在说厕所。哎，你说的很开心，好吧？不是，我没有开心，他们说我便秘。哎呀，你不要再讲。我要吃这个胡豆。真的。熊明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这里讨论厕所和便秘的问题。谢谢微信师姐的20个音乐棒，45到了。小鹿 baby 没有一个人给我们送礼物，小鹿 baby 比现在的呀。啊，现在是。现在就不比了吧，那再给你5分钟。谢谢冯小胖送的灯与碟，谢谢你看。哦妈呀！我哪像是拥有灯与碟啊？灯与碟是什么呀？灯与碟就是中秋节的特效呀！祝福你中秋快乐哦。小鹿 baby 不配拥有灯与碟吗，家人们？祝所有就是家人们中秋节快乐，都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好吃的。哎，今天我还吃了那个呢，鲜肉月。哇，谢谢小拍送给小鹿 baby 的灯与碟哦。哇，这是好厉害哟、哦！还有没有别的特效啊，家人们？我相信这个特效配上小鹿 baby 一定比配上老一号那个可爱。什么呀，我这个特效不戴头上的。哦、谢谢跳跳虎送给小鹿 baby 的花前月下、嗯。花前月下长什么样子呀？你没有见过花前月下、啊、都没有见过花前月下。要不要来直播间里看一看？没有见过、哦、天哪。啊，谢谢我才送的花前月下。哇，这个真不好看，真好土。但是谢谢你，祝你中秋节快乐哦。追我鸭脖。哇，谢谢56送给小鹿 baby 的夜蝶哦，谢谢56。哇，夜蝶又是长什么样子呀？夜蝶是那种会飞的蝴蝶吗？只在夜晚出。小鹿 baby 真喜欢蝴蝶。我怎么都没有见过夜蝶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家人们能让我看看夜蝶长什么样子吗？还有，哎，好可怜呐、啊！还有3分钟。小丽好可怜，小丽都没有夜蝶长什么样子？老一号你准备用你的头在地上写我卢天慧的大名吗？在地上写名字的。我不可能，家人们怎么可能会让我在用我的头在地上写字呢？我相信家人们都不会让我这样的，对不对？家人们，我只想看一看夜蝶长什么样子而已。谢谢你的同学送的花前月下啊，花前月下也不错，花前月下也很开心，真是不
走。谢谢你的同学，祝你中秋节快乐。哇，谢谢五六送的夜蝶。谢谢这位五六送的夜蝶，谢谢你给我送的夜蝶，让我看到夜蝶长什么样子。原来是一只哦，黑色的蝴蝶和一只白色的蝴蝶在那里飞飞飞。小鹿哔哔哇的一下就哭出声来了，天哪，居然是同一个粉丝哎，没想到呢。嗯，哇，小鹿哔哔要输了。小鹿哔哔不会输的，怎么会输呢？应该是我会输吧，你看我现在怎么可以打不动你了都。时间都不多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家人们，我们要把对面的主播让他的头在地上写字。小鹿哔哔不要，有没有人要救救小鹿哔哔啊？哦，有没有人救救小姨小丽？你是老一，老一，老一honey。不，我不是老一honey，是你给我取的，是你给我取的。谢谢川菜送的灯雨蝶，谢谢。他们又有灯雨蝶，假人们，怎么会这样呀？对面的兄弟们太给力了吧！哇，谢谢爱人，我已经抵抗不住对面的攻势了，兄弟们。兄弟们，怎么说？怎么说也让我哦，谢谢阳光彩虹送的夜蝶，谢谢谢谢夜蝶，谢谢开心。好，我们已经就是快追上了吧？我猜应该是快追上了。还有一分钟。他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面知道什么叫偷塔吗？什么叫偷塔吗？就是反败为胜，在最后一分钟这里面，谢谢，我小丽会反超你，因为我们的假人们非常的给力，兄弟们。谢谢五六的花前月下，天哪，兄弟们，打不过了呀，他那边太多了呀。就是偷塔，最后就是会有人偷塔，懂不懂？我们这是战术。我们家人们偷一个塔，不会让你们有这种机会的。冲！家人们，我们必然会有这种机会，偷塔的机会。我们必然会打败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打败他们。哦啊，到点儿了。怎么会到点了呢？应该是你的手机快了吧。行，都给我暂停。手机应该是快了吧。来吧，老一哈你。假人们怎么可以忍心看着我在这里用头写字？假人们没有用了，放弃吧。来，你给我用头写字。假人们怎么可以让我用德在地上写？你给我用头就写小鹿 baby， 快点。来，我给你全程直播。怎么会这样啊？哎，刚刚 PK 的时候没有人出现在这里哦，你一要惩罚马上就出现在这坐看啊、哦！你们真是一群让我失望的假人们。是谁在直播？爸，你救救我，他让我在怎么用头在地上写字。这个是吃饭。啊，吃饭，你去哪里吃饭？我和东西去吃，你们去吗？海底捞。有点想去。那有四个，你们拿两个。忘了我们的约会了吗？明天约吗？今天这个我要吃，你们吃这个。我不要吃海蟹。你要吃海鲜吗，菲菲？我不，我懒得。好吧，我本来想说我懒得播。哇，摆子好好，摆子把大螃蟹送来。这个是海蟹，谢谢。为什么只有一个河蟹？不知道，这个给韩家喝。我要带回去。我带回去是？对啊。我们去吃海底捞吧。那一起去啊。那我都点了。哦，可以晚点回来。去不去？嗯，可以啊，你们先去嘛。我们先去，我们在直播啊。行吧，那你们快点、哦。我们直播，哎，你们点菜，我要吃豆腐皮。你自己吃。哎，在这儿。他们在直播。周旭是大学生吧？周旭是大学生。哦，那可以打折，打六折。来，张姨，老老实实的。哎，怎么还记得呢？用头球。怎么还会记得啦？小鹿 baby， 啊，辛巴现在错了。
不太方便，主要是我穿裙子。你们来的话，那就把那个螃蟹带走了。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带去海底捞吃啊。对呀，我们有的。老板，收上来一道题。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在点肉。哦，你们快点哦！我要点四宫格。啊，四宫格。因为我要吃清水。他在减肥，他要吃清水，兄弟们。好的。我要吃清水。给你们一个太过分了吧？给你们一个期限哈，最多就播到这个1:15，好吧？啊，不要1:30。1:30，我喝粥水都吃完了。嗯。哎呀，出去了，好好。小刚回来，周诗雨，鸽子去追猫吧，啊，去追我儿子吧，啊，去哪儿了？啊，你把我的盆拿走干嘛？你不是要跟我们一起去吗？哦，那不是，那我的盆你要拿走干嘛？啊，兄弟们，怎么回事？今天先跑出去了，还有一只，还有小刚呢。跑哪儿去了？包子呢？你怎么被抓回来？你这没用的，没用的天。因为今天胖跑的慢。对，而且他每次都在那里犹豫。雪豹就不一样，他就很快。因为我们今天乖。看小姨 baby 用头写字。哎呀，不好吧？你就这样吧，你就在今天身上写写一个什么？你让我猜，你要猜出来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猜出来是什么？好，哎，我鞋，有位置吗？今天中秋节，哇，没有人，没有人，大家都在合家欢乐，我不知道，反正没有人。OK， 好，走，现打，嗯，哦，快看，来啊，镜头已经对准你了啊，哦，天天让我在你身上写字吧，哎，这为什么没办法反过去啊？让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暴风吸猫，哎，猫呢？猫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看对面老姨 Honey 的惩罚，在他头上写字，不是在他身上写字，写一个鹿，因为我是小鹿 baby。鹿。噜噜哥大老姨哈，你被猫咬了，大傻蛋，看出来了吗？我的这个麦克风响得很灵性，看出来了吗？暂时想老老实实的做完了惩罚，但是你没有发现我写的字是什么吗？太心酸了，啊，假人吗？你们怎么都不保护我？每次这种 PK 都让我受尽屈辱，假人们。麦克风自动消音。家人们，不再 PK 了，我已经风心所爱，退出 PK 圈了。小鹿 baby 也觉得今天要见好就收，不要再和老姨好你 PK 了，退出直播圈了，风心所爱。因为好老姨好你，不愿再 PK 好吧。遁入空门，下一次直播我就将在峨眉山上练绝情掌，练绝情掌。我们吃螃蟹吧。啊，他带走了呀，你在吃什么？带走了。其实小鹿 baby 有点累了，不下次再战。好，下次再战，约好了。什么下次再战？你这位朋友还特地过来说下次再来，现在就这样看看他参不参与这场战斗。你别说，我们还是有很多成，就是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家人想要参与的，就是，知道吗？就不能，哦，只不过说是刚刚那个就是充值的这个
方式没跟上而已，你知道吧？真的吗？我不知道，他们说。这一下子给老一哈你虐到粉了，我们不能和他比。这一波，哎呀，太惨了，太惨了，假人嘛，我都用头在今天屁股上写字了，假人嘛，没有假人们保护我们，假人嘛，哦，太令人伤心了。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下一次一定能战胜这个老鹿 baby。我是小鹿 baby。好的，小鹿 baby。小鹿 baby， 不得不说，真是一个可敬的对手。嗯，你点了什么外卖来着 ？BB 猪 ，BB 猪 ，BB 猪，带过去吃吗？我今天吃清水火锅，应该不会胖。就煮点白菜啊！哦，煮点白菜，煮点虾。我的鼻孔里面现在全部都是今天的毛。那我何必去吃火锅呢？我自己用一锅水煮不行？你没菜呀？有道理。我已经惩罚两次，真的。我每次跟这个老鹿 baby 一起，小鹿 baby， 小鹿 baby PK 的时候，总是，哎，总是败北而归啊，家人们。这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第三次哦，没办法，屈辱的事情不能做在第三次。因为小鹿 baby 的家人们都很宠小鹿 baby， 假人嘛，怎么没有人心疼俺？好难过呀，泪水不禁的从我的嘴角流了下来。一会儿就去吃饭了。今天都瘦脱相了，今天哪里瘦？今天瘦脱相了，可能是因为雪糕吃了他的饭吧。雪糕真的好能吃哦！你看他永远在吃饭，而且今天每次都只能看着他干饭。因为今天是一个懂得谦让的好孩子。不是，他只是抢不过而已，单纯的抢不过。他每次在那边看来看去，看来看去，都是抢不过。你胡说！他拿我们的谦让当做我们的软弱。天哪，今天好惨！今天确实，你看。我们现在想想，老姨喊您。我们现在想想，去海底捞吃点什么？我要吃那个炸豆腐皮。你看他的雪糕的脸就在饭盆里，但是今天只能在旁边凑着看着看看。啊哈！我们要不要卸个妆再去？可以啊，可以卸。不然我们啊。我们这等角色，这不是耳朵会我们这等角色，是眼睛。大半夜出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虽然说那家店里面没有人，啊，知道吧？很危险的，大晚上，你看现在都一点钟了。小鹿 baby 真的觉得老一哈你这个人很油麻耶。真的，就是担心我和他的安全，我和这个老鹿 baby 的安全。小鹿，小鹿 baby 的安全，还是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在着想的？所以说我们打算等一下卸了妆，但卸了妆也是比较的出水芙蓉了，所以就还是很说了直播卸了妆是不是有点难受？哎、算了算了，要不然别去了。有点危险。PK卸妆，你们是有多想看卸妆？卸妆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卸妆有什么好看的？卸妆看完了，你可能离开直播间了就。那倒也不是啦，我觉得老姨哈尼，你的素颜比你化的妆还要漂亮哦。哇，小鹿 baby， 你也是哦，小鹿 baby， 你也不差哦。先玫瑰花。小鹿 baby 就是化妆的时候肤色会有点暗沉，其他都是很美丽的。老姨喊你，你就不化妆的时候，哎，竟挑不出缺点，哎哎，小鹿 baby 词穷，小鹿 baby 词穷了啦。我不想攻击。行吧行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我甚至知道你要吐出什么象牙了。
我终于记住他给自己起的艺名。知道了吧？把小鹿 baby 这个名字，这个对手的名字，死死的刻在你的心中和你的脑中。为什么呀？我要这么想让我记住你吗？对，我之后要让老姨喊你，一听到小鹿 baby 这名字就闻风丧胆。什么是吃人吗？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吃人吗？刻在心里的老鹿 baby。蛮不错的，好的，已经记住了，老鹿 baby， 小鹿 baby， 好的好的，老鹿 baby， 你也打死你，一会儿去吃饭了，一会儿吃海底捞，一会儿就去吃东西了。俺自己碗筷掐起来。我们俩笑死了，我说的是我 iPad 连着麦克，然后呢，为什么我好像听见陈建南的声音了，因为我用 iPad 看了一下他直播，然后呢，然后他声音就从麦克风里传出来了，有什么好问的啊，给我吓一跳，我怎么想说怎么突然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出现，不用吧，现在直播还要看他直播啊，我也看别人啊，我也看你啊，那张仪哦，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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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为我作证，我平时真的是大家随便走走看看的，对吧？查房的，也不是只看一个人。算了，明白的。看看小鹿 baby， 哇，好可爱哦！哇，好可爱哦！你只想知道那个他在干嘛？看人家了，好吧。你好记仇啊，你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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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他牵我挂，我走了，朋友们。我觉得今天晚上很失败，今晚上是让人有点伤心的夜晚，不管是假人们，还是这个谜样的关系，都让人有些难过了。小丽 baby 要走，小鹿 baby 要走了。看他这个快乐的嘴脸，小鹿 baby 要走了，小鹿 baby 改天会再出现的哦。希望小鹿 baby 永远不要出现。谢谢送给小鹿 baby 可爱的兔兔，小鹿 baby 我要去很喜欢吃饭饭，我要去吃饭了，拜拜，走了886，拜拜，谢谢。晒太阳冠军送兔兔，谢谢大家，拜拜，晚安，拜拜，友们，走了走了，吃饭去了，拜拜。